如果諗住假期入愉景灣行下嘅朋友仔，可以留意埋呢間新開嘅環保生活概念店 Slowwood， 一齊入去睇下啲咩買。店鋪好近碼頭，仲有落地玻璃，可以望到海噶。新店同堅尼地城店一樣，主打環保生活用品，好似攞賣嘅無包裝食物、香料同清潔用品等等。不過最特別嘅就係新增園藝區，賣唔同品種嘅植物，細盤嘅香草薄荷有，大盤嘅盆栽都有啊！日育植物都可以攞賣噶，標按佢嘅大細就知道佢哋嘅價錢，揀啱咗之後直接放入紙袋就 OK 啦。泥都可以斷 gram 買噶，揀啱咗嘅話就可以直接裝落盤去磅重噶啦。如果想輕鬆嘆個天，可以嚟愉景北廣場呢一間日式清新咖啡。店鋪以簡約設計木家具為主，仲有玻璃窗透入陽光，環境好舒服噶。咖啡就主打花茶同埋甜點，嚟下午茶就最啱啦。